吃的话，我好像我还没吃过，但是别人好像说可以做着试一下，也可以推荐给大家。如果因为就是你觉得它是什么味道呢？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辣的，如果我做的话，也会做一些辣的味道。对，离开这个东西，我真的会感觉心跳会加快，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在场的每一位，今天必须得带一份回去。今天必须下单。对，咱们3、2、1，准备上链接。哎，这个东西是你觉得它平常它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噪音吗？或者说是安静还是说？它会影响到睡眠之类的。它我不知道，我因为我平时睡得比较死，它会影响睡眠吗？打死你了！谁还歌声？杠上开花，我怎么？我反正跟他睡过那么多次，没有感觉到什么声音。一点毛病没有啊！对，讲的，我是没听到的。晚上抱着他，你会睡得更香；早上看着他醒，一天都美好了。好，恭喜斯外格成功获得2个分的，总结还是可以的。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。斯外格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先猜一下，先猜一下吧。可以给一点点提示吗？啄木鸟。好。再提示就是酷萌蠢呆怪。这是丝袜哥吗？哎，感觉是类似。